要甲伊引传啊，像伊历史到一咱中间来遮甲咱参加面对。伊今早起所谓啊，伊讲信息是立马回信，立马回信。主人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拄则听新冠的唱歌，讲咱敢有比别人较戆，敢比别人较巧？我伫想，咱家己感觉咱是巧，也是无？巧。是巧，阿妹吼，咱比别人还佫较巧吼，因为咱知影选择对啊，所以吼。我想今日这现在中间，这是一段咱拢真熟悉的神迹的故事，讲起耶稣的意义。在故事中间，对主只黄长乐带咱来看时，伊讲起，啊，这故事中间又看见耶稣甲伫因中间发现，伊学生甲伫只经学书，啊，当伫辩论，为着伊只学生无法度赶出一个鬼，伫迄个所在伫讨论。总是这故事写到尾，是因为伊老爸的坚持，伊老爸相信，所以耶稣来医治这个细囝，啊，从伊身躯顶所附的迄个黑狗鬼，就伊来赶出去。互这囡仔脱离久长以来的一个困扰，互伊得到医治。我想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时常会感觉真疑问，这是怎样实的故事？为什么伫当时，这耶稣的温度无法度做到？伊为什么无法度赶出这个鬼？伊敢毋是对着一个老人的经验吗？伊敢毋是真清楚知影啊？这个耶稣是伊的老师，伊所对伊身躯恶，敢毋是真多吗？其实圣经的中间，伊讲起耶稣拣选这十二个门徒，就已经相属乎伊有赶鬼的权能。咱也会使看伫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五节的所在。另外一位伊嘛咧讲起门徒伫遐受耶稣切片传福音的时，也赶出真侪鬼，医治真侪的病。所以伫门徒伊应该有赶鬼的经验，特别是因甲伫耶稣啊伫山顶经历耶稣变毛迄个情景了后，伊也看见耶稣的阳光，总是伫因落山了后发现这是头一个拄到的难题。因有经历，因有关联，伊嘛捌做过，总是惊惊一惊，伊就是无法度做到。所以真侪人伫遐讨论，为什么？我想咱有真侪时阵会去参加一寡的聚会，啊，真特殊的聚会，伊是有可能有医治、祈祷的归灵会，或者是医治的聚会。我聚会中间，咱发现有的人因的领受真侪，总是有时阵我嘛在想，这敢会当互伊医好？这敢会当互伊医好？啊，当然，伫当时在伫边啊，伫为咧看这个人，伊嘛在想，总有耶稣学生来做袂到。因应该是爱做到才对，人对因有真侪疑问，所以有人在假设当时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。有人在讲，有可能当时人有个人太侪，所以才会特别经学教师嘛伫中间，这是一个真有研究吼，伫经学中间研究的老师，所以互这个门徒呐心惊惊胆胆做袂到，惊唔知要安怎做才是好，所以也就安尼，伊无法度随时从这个下到鬼对这囡仔的心就家赶出去。有人讲，有可能这个囡仔从细汉就受鬼附身，已经太久啊。意思讲呐，这镜头带真久啊，吼，而且我们是随时会当来处理，所以已经超过这温度的困难吼。虽然伊捌医病，伊捌赶鬼，总是拍算是伊的困难所做袂到。人开始去猜想，真侪假设，甚至毛讲吼，可能当时当这学生伫医病的时阵，耶稣回到伊中间，所以伊心胆胆，安尼唔知做了会使。无一个较厚的伫后面，将做伊扶持。那像伊先生无伫遐，伊那像做袂到遐尔啊多，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影响因这运动所要做个。我唔知，但你来想，到底为虾米？迄个时阵啊，这学生无法度拄着，总是无论怎样，伫这个故事的结尾，耶稣为着因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总是咱要想，其实咱嘛共甲伫这个运动拄着同款的问题。真侪人伫期待咱做神迹奇事，有人会问你讲，某物人啊，你啊去教会遮尔啊久吼，你应该爱安怎吼？你应该做着啥物？你应该变成做啥物款的人？啊，像浸入即窟同款的水内面吼，拢爱变同款色吼，色泽拢爱同款，啊，你的品行爱同款，你的啊真侪思想爱同款，有真侪人对咱有期待，有真侪人对咱的生活嘛有真侪好奇，恁拢去教会做啥物？教会中间到底牧师拢在讲啥物？
啊，恁教会除了唱歌、祈祷，搁在做啥物？因为好奇某一个部分，因对恁对咱的心情有期待，伊期待看到咱有较特殊的，就亲像遮个金学士、遮个观众同款，阮望会当伫因的遮个温度中间看见搁较特殊的，你应该搁安怎？你就搁安怎？总是咱看见，这难题伫咱即摆目前所拄着中间，伫咱本身来讲，可能是咱的祈祷，久久拢无得到上帝回应。我嘛在想，我信这么久啊，为什么我的祈祷拢未当得到上帝真好的回应？咱的心有疑问，虽然咱游完照常在礼拜，咱照常读圣经，总是咱的心内疑问真多。咱唔知要怎样搁做啥物啊，互咱会当搁得到上帝较大祝福。迄祝福就是伫咱所期待的困难中间得到好的解决。所以咱有可能嘛在想。别人嘛在想，咱嘛在期待，别人嘛在期待。当时的温度拄到再困难的时，拄好耶稣到伫因中间，就甲伊问：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事？原来是一件，耶稣讲呐，将囡仔带到我这来。伊无大声甲伊骂，就讲：嗨呀，这无神的世代，只是安尼来讨一个开支。那是咱安怎面对这项的事？伫我细汉的时代开始，国小三年。阮的教会有办一届的集会，迄时阵还无过叫做啥物异地集会，只有讲叫做是会灵会吼。啊，细汉三年吼，就看见有一个牧师，已经袂记得叫啥物名吼，伫台先讲道，来就开始要祈祷，甲咱即摆同款吼。咱中间有啥物人你行动无方便吼，到头前来牧师为你祈祷。迄个时阵其实也毋是遐尼啊济。你讲起所有的异地啊，吼，这是一个真特殊的经验。所以我伫国小三年，我看见伊，真正有人行过去，那是阮的厝边。因为拢安尼行路拢安拜嘞拜嘞，吼，这无是讲你的脚长短啊，吼，所以我为你的脚祈祷。足侪人拢有来看，你即摆咱来看，这是一个真普通的代志。太侪即款异地的故事，都是迄个人真正行到头前。阮细汉，因为大人我去遐遐吵吵闹闹，伊讲恁都伫边仔祈祷就好。总是阮钱实在是真放弃，我毋知脚尾安怎拄拄好长，所以安尼偷偷咪吼，咪较头前看，到底真正脚有生出来啊无？咱捌敢捌看过，或者是咱有咱坐伫迄椅仔后壁，伫安静祈祷。我想咱的心拢会真放弃，到底脚安怎生出来？伫祈祷的中间吼。无说，伊就讲脚后边长，脚后边长，伊就讲风水的命，风水的命，伊咱看去吼，迄毋知是咱的视觉的差异吼，还是呐，真正脚都拄拄好长，无说嘛无超伊的脚嘞，拄啊原来看真正有些看差一丝啊，我毋知脚边长，我讲想来讲，哇，咱真厉害吼，我小三年，竟然看这只厉害，佮另外一个是伊耳孔较动听吼，伫我的厝边，以前咱呐看到伊就免讲话。讲伊嘛听，总是安那伊厝里人甲讲，无你来学牧师祈祷，试看卖，伊迄个人就脚会伸出来，怕是你耳朵嘛听去，所以就行对头前去啊。牧师就甲伊捂起来，就开始为祈祷，好，甲咱即摆同款，牧师就讲，你有听着无？你叫啥物名？啊，就讲，真正有听着，哇，现场大家拢真踊跃。我这牧师我遮尔啊高，上帝真正医治。迄是我上细汉的时阵，国小三年去接受。总是即马咱来看，遮个神迹技术其实真普遍。咱会当时常听去人医治，可能含即马感情也当得到医好。遮尔济神迹技术有帮助咱啊无？有互你搁较深信上帝啊无？你感觉迄是别人的见证，毋是我的？咱的心内会真期待，我是不是有什么款的方式会当经历这么大的异地？咱就开始祈祷，对细汉祈祷，对大汉祈祷。咱的难题在这中间就出现，咱到底要信什么？咱就讲可能我圣经读了无够，开始认真读圣经。可能我聚会付了无够多，我嘛开始来付聚会。真侪方式拢帮助咱，因咱要信望，咱也亲像迄个受异地的人。现在咱犹原甲伫当时的人同款，某一程度咱伫找神迹，伫听候神迹，总是正好亲像无帮助咱，搁较亲近的上帝，搁较亲近的耶稣。我想这是一个现代信徒的问题，是咱的难题。为甚物咱无法度较亲近？咱即卖会当用真侪方式去得到真大的帮助，
譬如讲，咱即摆会当真容易听到真侪无共款牧师的讲道，你伫电视就看会着，啊，伫网络嘛看会着，甚至咱会当看真侪影片，讲去异地的一寡聚会中间所有的发生的事。哇，咱心内真啊真着急嘛，真欢喜。哇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就是这哈利路亚过了后咧，咱又回归咱正常的生活。迄正常就是讲，又回到迄个所在咧听候神啊。这是一个难题，咱所想的到底是啥物？咱有咱的困难，当时学生嘛有咧困难。当然，我毋是要甲咱讲咱的信心无，毋是这无信的世代。我想要甲咱讲，是讲咱可能甲因同款，咱真毋忙。有即款的经历，咱可能亲像边仔遐群众同款，伫围伫边仔咧看，心内真焦疑，心内真惊惊，总是心内也真期待会发生了无？什么款的人咧讲信者？有时人咧讲信者，其实伊信者真细汉，不过是拄咱咧讲的臭拄壳。讲停车位，讲祈祷啊，拢找无停车位，讲祈祷了，马上一个位就空出来。我坐两日了，咱拢无。第三日竟然找到，伊心内真欢喜。咱心内想，哎，是拄拄好啊。那有可能那是新家。咱伫店里新家已经超出咱原来单纯的相信，所以咱就恶去看见新家，就亲像伊当时啊，遮的温情同款，伊听吼，哎，伊呾阿袂阿袂阿袂吼。我想这是咱来学习，咱嘛爱来思考。伫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中间有讲起，法利赛派的人伊伫要求神迹，总是耶稣伊无是面对了用那时代伊话无要搁有神，因为人人个毋是，你搁较大个神迹伊还是普通而已。有时阵咱已经经历过，总是咱无感觉个神迹，所以咱嘛无安怎去甲伊想象，咱只是想讲啊，着生活个处事啊，咱个原来处事就是安尼，总是真可惜。可能会去影响咱对上帝的感谢，甲对上帝追求一心。以你那为信，这是当时这个老爸甲这个耶稣讲，你那为，伊讲这个中间讲，对细汉的时，伊就将伊迄落水、迄落火、迄落水要给伊，这是伊老爸应耶稣讲。伊接续中间耶稣从这个老爸开门，看你囡仔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个老爸就甲伊讲，我的囡仔就是安尼，伫细汉的时，啊，就互这个鬼来甲创治，啊，所以呐，求你帮助，讲你若会做啥物，着灵敏来帮助我。耶稣甲伊讲，怎样讲你若会啊？有神的人，逐项拢会啊。有神的人，逐项拢会。伫咱来看耶稣的回答真简单，这个、老爸你讲嘛真简单，伊就讲我信啊，总是我信无够，你着帮助我。这是一个态度，你若为是，这是一个态度。你讲起一个积极的态度，你要怎样去找到上帝？咱的生活中间，伫古堂，咱的敬拜，伫古堂，咱的生活内面，咱拍算祷告，迄个积极会减较少，因为咱真无用，因为咱真无用。咱通去找到的方式太侪，所以咱嘛毋免积极。时常拢听见老一辈讲，因怎样去追求信仰？哇，拢是摇花摆、打菜、打米吼，去另一个教会去敲锤，伊所爱去吹上帝。但是咱即摆真方便，有真侪人是毋免出门就当做礼拜，用个 TV 嘛吼。所以真正坐伫咧厝，伊嘛当敬拜。当然，这毋是一个好个方式，因为无团体个生活。总是人伫即中间，人讲我信，老爸讲我信，总是安那，我信无够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帮助我。这是伫伊个圣经中间所记载。和合本人公益圣经才讲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我信啊，我信啊，但是我信的不够厉害吼，求你帮助我。在信仰的程序中间，我相信咱每一个人都会在相信讲，信心袂当成大的事，信心可以成就美好的事，信心是当成水的事。总是信心不是无所不能，到某一个程度，人的信心是因为家己的能力。我信心有够，是因为我做会到。我会当去将这代志处理了好，人头到相信家己，较赢过相信上帝，较赢过交托上帝，所以人会当安那愈来愈有方法，愈会当去处理真侪事。总是这敢是信心，这是对家己的自信，毋是对上帝的相信。所以伊讲你哪会，你哪会？耶稣提醒伊，这是一个看见这老爸已经积极去找到这个帮助，是因为伊相信。
伊相信上帝，相信耶稣会当帮助伊。所以有时咱看见这个故事中间，除了这个老爸，伊这个中间其实也当成做咱真好的提醒。一个无助的老爸，求伫耶稣的帮助，伊真愿意，伊就讲我是。咱有信仰无？咱有信仰无？这是一个需要咱来学习，一个信仰的态度，就要影响你信仰的生活。你信仰生活，也要影响你整个你的生命。在基督耶稣内面，我相信，原来伊就要爱咱每一个人，拢是做一个信仰的见证者。你要从什么所在开始见证伊？就是只有信耶稣基督，你的生命要见证耶稣的听，你的生命要见证耶稣的快乐。在多数中间、多数时间、多数机会，咱拢会互咱家己的想法来限制，就是讲我无能为力，我快乐少，我快乐少。话可能讲到遮尔，袂讲求助帮助，吼，歹势歹势，我拢袂晓，你莫叫我啦吼，我实在是毋捌毋捌吼，真侪人讲我无法度做啥物，总是咱要诚做一个见证的人，是要怎样去见证？见证啥物？毋是只有医病才会当见证，毋是只有一个大诶新业技术才会当见证。新业技术了后，人要怎样持续去看人情，真正是一个搁较要紧的挑战。新业技术了，咱要安怎持续去看人情，真正是咱的挑战。所以保罗咧讲，恁踮伫心事，我开来，我事事拢会。这嘛是讲起信心，总是咱信心要踮伫什么所在？保罗伊讲，踮伫心事，我开来，我事事拢会。毋是踮伫我的能力，踮伫我的经验，踮伫我的智慧，我事事拢会。咱某一程度，咱会当真有自信，总是咱的自信，那是超过伫咱对上帝的相信。我想迄个时阵，你会感觉呐，真孤单。迄孤单是讲，我呾亲像爱家己做真济事，我呾亲像时常烦恼，到底会做会好啊，做袂好？人开始无自由，袂轻松，因为咱咧看我会当做，因为你会当做，你就毋免求拜托别人替你做。啊，都是因为你爱做，所以你想起所有个细节、计划、执行、甲你收束，遮拢是你爱做，所以人呐，担真重，毋知要安怎。特别咱咧看，伫咱家庭中间。大头上重的，可能人家讲是爸爸，总是妈妈重嘛，真重，因妈妈真好操吼，爱烦恼这项，烦恼那项，啊，真侪家庭中间细项的事，拢是妈妈咧烦恼较侪，囡仔嘛找妈妈较侪，毋是爸爸无重要，是角色中间好势，伫咱诶家庭生活内面，就是有些块分配啦吼，毋是分配了真好势，总是都是有安尼。妈妈咧想，我会当做这個，会当做彼，会当做彼，我会当甲我家庭烦恼好势好势。你有发现，伊愈做愈忝，愈懒，为虾米刻意家己咧做？所以，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的信用内面，若说是我可只有咱家己，我相信这个信用真紧就进度落去，因为你无我，你无迄个气力，家己天去家己补。啊，就安尼老想伫咱的生活内面，咱的时常我可伫上帝，亲像这个老爸所讲，我是总是我信心无够，求你帮助，求主帮助。挂靠甚至来求上帝帮助，互上帝加做咱的祝福。我想这要互咱的信仰佫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无论咱的年纪，无论咱的经验，是毋是咱有经过伊滴的关迄款的经验，或者是咱有经过是新业技术，这拢是基础。重点是咱要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，每一日咱拢要经验主。总是这经验主要怎样讲，要怎样来做？咱继续看这故事，讲耶稣入了这个厝内时阵，伊温度就偷偷甲这耶稣讲吼，为什么伊伫辩论？伊辩论到底为什么？讲因为我伊无法度将迄个鬼甲赶出去，所以耶稣就甲伊讲什么？那毋是用祈祷，这类就袂得离出啦吼，这类就袂得离出。所以耶稣就甲伊讲起因的困难到底是啥物？伫咱的圣经本的台语圣经中，甲讲这种鬼只有靠祈祷才赶会出去。啊，对只，你了出来看哩，甚至也袂讲佫有禁食这两字，祈祷禁食。祈祷禁食伫咱的生活中间真重要。为甚物禁食会遐尼重要？禁食就是你袂当去选择你要食啥物。禁食就是拢无需要去烦恼你要食啥物。若是禁食佮祈祷较做伙的时阵，你就无你家己。你毋免选择，咱时常你想咱今日中昼要食啥物？我早起爱去买汉堡，是买三明治。我到底要食糜，还是要食饭？
我到底要配什么较好势？咱时常为着咱的生活中间迄个细节物件去想，紧张时阵拢唔免想，咱只有够会想。所以啊，所以讲，你为什么讲爱用祈祷这款的规则看会出来？唔是爱用伊家己原来的姿态去做一项的事。爱祈祷，耶稣爱问到祈祷是爱用放弃原来家己合理合法迄款的原则，好像是就是爱安尼做，做啥人唔是爱安尼做，是你爱挖苦。信靠着主来做这件事，靠着上帝来做这件事，无去挖苦你家己原来的想法，无去挖你原来的经验，甚至你想可能安尼是上好。咱的家己的方法来走出来，咱就爱哪去面对，甚至哪会紧张，去拍算咱的烦恼到底做了好还唔好。所以啊，所以讲，若毋是用祈祷，这款这类就袂得移除。若毋是用祈祷，耶稣伊的传道，你的过程中间，伊时常用祈祷来当做伊的开始，也当做伊的收束。伫伊暗时的时，伊祈祷；伫伊拄着真侪的挑战时阵，伊祈祷。所以咱看见伊的祈祷，就当做伊的重新得到开来的开始。当然，咱无法度想象是毋是伊这学生啊，要来赶鬼时阵无祈祷。咱会安尼想哦，耶稣既然是安尼讲，伊讲这款的鬼只有靠祈祷才赶会出，赶会出去。所以是毋是因的祈祷无够呀？咱毋知。都是耶稣，搁一摆予伊学生知影，伫你要做工的时，你得较爱家己上帝有好的关系。你要做工的时，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。这款好的关系是啥物？是一个祈祷的生活。伊去祈祷的生活，就予咱啊带来一个得胜的生命。迄得胜神啊，因为咱有主堂去。祈祷嘛，要予咱的内心充满平安，充满祝福。祷告伊就亲像一个成功的迄款的念头。因为你有我去，你心内人啊，大家知，上帝给我帮助，耶稣给我帮助，所以咱内心就啊充满信心，充满平安。迄平安是哪，一定会解决。不管安怎解决，咱心有平安。怕是咱拢有款的经验，伫咱拄着代志时阵，咱要祈祷，到底是要这行啊，是要这行？到底要安怎做，是要安怎做？当你祈祷的时阵，你心内讲，我已经平安啊，交予上帝。迄阵你是想着这行啊，想这行？可能我想讲啊，怕是我用这个方式去做，因为这个平安较济。安尼又搁倒转去原来，到底是这项较好，还是那项较好？祈祷的中间，互咱找着我，就是要交互上帝，是要交互耶稣，不是要交互咱家己。祈祷嘛，帮助人愿意谦卑，家己脚踏实地来做起。祈祷嘛，要帮助咱来学习将一切交互耶稣，因为伊伫个改变，拢要对耶稣来，毋是来对咱本身来。祈祷也要促成咱搁较济。生活中间信仰的实践，祈祷真重要。总是你可能我想讲，祈祷中间我到底要安怎祈祷？啊，五分钟可能真拄好，十分钟有较长一丝仔。那有迄种阴神人，拢祈祷半点钟、一点钟。你会当读圣经了后才祈祷，有上帝话成做你的帮助。你搁一概思考上帝话，当然咱想到底我要祈祷是要读倒一个部分搁较好。好像是咱卖找迄真适当，因为咱要得到搁较大的帮助。其实咱也是日常生活中间，你有读圣经的一款的规划，照你的规划落去读，上帝你做工拢超出咱所想象。所以基督教读圣经是一个真要紧的，伊要予一个生命有带着一个新的快乐。所以有时咱咧想，咱到底有信也无信，咱的信心不够也无够。在我来看，咱的信心拢有够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有情有能力。但是我讲，这個、信心不是对上帝的信心，是咱对家己的自信，咱的自信。因为你即马已经会当去处理真侪项的事，特别对你，你若是一个管理者，你是一个负责人，你会发现讲，因为你的经验，甲你讲，这个是细项的事，照安尼去做就好。咱祷告交予耶稣的代志，愈来愈少。我靠自己愈来愈多。当你开始讲我为什么爱做到这么累的时候，不是别人拢无睬你，是因为你看见自己比看见上帝还搁较多。你哪会信？咱要找什么？咱要找回咱所信的。咱搁重新站到伫耶稣的面前，咱就亲像这个老爸同款讲我信，都是我信心无够，求主帮助。
咱有即款的谦卑，咱有即款的想法，咱有即款的意向，咱会当伫耶稣的面前，搁一摆得到伊的看顾。拄则我讲起，我细汉看见神迹奇事的经验，即摆咱咧经验神迹奇事。我想咱的教会嘛有真侪无共款的服侍，是要帮助咱搁较深去认捌上帝。神迹奇事，互咱看见啥物？互咱看见上帝的关联，看见耶稣的意志。看见一个团队因的合作，啊，咱搁会当看见啥物？重要是咱要看见咱所信的，这是一个有亏待的上帝，毋是伊的上帝，嘛毋是某物人比伊的上帝。我想真侪方式拢要帮助咱找回咱当初所信迄款的一心。祈祷的生活除了会当互咱搁较亲近伫上帝，搁较要紧，祈祷嘛会当呐，互咱的热度永远保持。因为有时阵咱会无油，有时阵咱身体会烂，有时阵咱心嘛会痒，咱较亲像无法度做真侪事，总是咱需要有一个继续来追求的心。恁若有心，恁若有心，恁若有问你家己看卖，我敢有心？我心，我心够有够痒？唔通袂记哩，耶稣会当帮助咱，咱嘛会当亲像这老伯所讲，我有心，总是我心无够，求主帮助。我信，总是我信心无够，求主帮助。无论你伫你生活中间所面对是事业的压力，或者是学生功课压力，或者是你伫甲人斗争中间的压力，你讲我信，总是我信心无够，求主帮助。迄信是讲我相信上帝，你的确会伫我的心情做工。总是我唔知你到底要做什么工，我伫听候啦。你听候搁较好，你听候会当搁一个新的开始，听候一切拢会当变化，亲像我所想象的水，都是咱亲像无遐尼啊顺的顺，咱要怎样？今日咱所看这个故事中间，耶稣医治这个犯鬼的囡仔，或者下高飞对伊的心就出去，也鼓励着这个老爸信心，甚至伊嘛怜悯，才会为类的温存伊的教义，伊甚至也教示，搁一届甲伊学生讲，你要怎样来传福音？祈祷是一个要紧的事，咱的教会嘛要做传福音的事，咱嘛是爱较侪的时间来祈祷，互咱甲主有好的结连，咱就较明白上帝的心。伫咱甲主有好的结连，你就发现你的日常生活拢有主掌控，你的平安要比别人还佫较侪，你的平安比别人较侪。迄平安是因为你知影上帝是你的天父，耶稣亲像是你的好朋友，哪头好惊甚物，咱只要放心来做事。上帝就伫中间啊，一步一步啊，无够伊就补，无够伊就补。上帝甲咱咧做工，这是一个平安，这是一款的平安。所以这神迹故事，耶稣怜悯，让一切拢有果果，嘛有方向。毋忘咱嘛伫咱的信仰中间，咱会当搁较侪积极来追求。你会当问你家己，我信，我信心有够也无？我要求主帮助我，我要求主帮助我。也毋忘伫咱个服侍中间，透过上帝话，会当互咱搁较坚定咱服侍个热情，甚至嘛愿意坚定伫咱个信仰个生活中间，搁较侪来实践无论是伫聚会，无论是咱个人个生活中间，咱拢袂通袂记得，信仰基础就是你家己个，你要见证嘛是你家己，毋是讲起某物人个故事。我想咱伫看起这個故事中间，这个老爸就是安尼，我是。信无够，时常即句话拢会当诚做咱的提醒。咱信毋是有信？咱信啥物？伊咧甲家己讲，我信，我信耶稣基督，我信天父上帝，总是永远恳求上帝，诚做我的帮助，也诚做我的祝福。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，互咱伫追求中间继续有咱的热情，伫咱服侍中间继续有毅力。予咱伫服侍，伫咱敬拜、伫咱追求中间，上帝加添咱教育的智慧。伫咱伫思考的时，咱知影咱所想的是啥物，咱做起来祈祷。